起摇摆，三二一 ，Saturday night，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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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嘿，你好星期六。每周六晚19:30，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独播《你好星期六》，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《你好星期六》。太六，提醒您本期看点：好六街音乐节开幕，摇滚之夜燃炸全场，乐队初选择，心灵相通组队成功。各位老师好，我们无风出来的女人，只能赢不能输。吓死我了！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不服或者反我的概率高达95%。120，快快快点！站好了啊！嘿，乐队初舞台，默契十足，心有灵犀。回答正确！哇哦！最近很火的一个电影里面的质子天团，三个字，雷震子。乐队比拼赛，战况升级，泼水不停。看这边，呀！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没事吗？你怎么哭了？我哭了，哭了，我又哭了。这是我这边的职业选手。不然你来打我。没关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破绽。乐队答题赛。齐心协力一致对外，请说出下一轮披荆斩棘会被淘汰的三位选手。王太太，你想我太太老师，究竟谁将接受最终残酷惩罚？淘宝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。欢迎来到你好星期六，今天的演出实在是太溜了。你好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，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，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。欢迎各位，今天又是那种就是看到这边的朋友和这边的朋友哈喽嗨，来了好多人啊。首先欢迎又回到我们好六街的虞书欣，欢迎欣欣。这一次是带着《云之羽》这部作品来到我们好六街，今天换了人设是不是？对，是啊，跟阿云的人设一样是吧？啊，是。来吧，大家好，我是云为山，云朵的云，一山的山。今天我主打就是一个高冷人设，大家可千万不要逗我笑。憋住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玉晓，欢迎。你好，我是浅浅，是大富城的上官桥。天地玄黄，魑魅魍魉，有时候不答就已经是答了。追剧的朋友肯定觉得哇，是那个味儿，是那个味儿了。好，那今天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0713的哥哥们，欢迎大家。快乐在
在这里，你问快乐在哪里，现在就告诉你。这一次呢，其实有像小远跟月星在那个披荆斩棘，是看起来就很憔悴啊，不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就非常的那个，非常棒啊，非常棒。虎吉有新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新专辑的实体专辑，反正都是我要跟大家见面了。里面设计了一些好运要分享给大家，哎，转上之后就会有好运，听完之后就会发大财。好、哦，小醒、最近在全国巡演嘛，然后要最后一站，10月14号在上海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加油。另外呢，还有我们不是搞笑男的张延琴，欢迎延琴。啊，大家好。恭喜张琪发了新歌，叫做《我不是》。搞笑男，不用把最后三个字分开说。哦，那这样要连起来说，我不是搞笑男。对，这个歌我觉得也是这个延琪的内心的心声，对不对？也是因为好六才写的，真的是，就是我回去看完我在节目里的表现之后，痛定思痛，说我不要再做搞笑男了，是不是？我要通过我的这个智慧和我的谋略。干嘛要笑？没有人笑，我也没有笑。所以我今天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期待，期待，期待。好，今天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音乐的元素在身上，都像乐队的朋友。我们请泽林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好六音乐节的规则。今天呢，我们将会分为3支乐队来进行比拼，然后我们会根据名次获得不同数额的演出经费。在你们当中呢，有3位是我们今天的人气歌手，他们作为初始的队长呢，拥有分配经费的权利。本场经费最少的一名队长和最少的2名队员要接受我们的神秘惩罚。哎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想要呈现一个好的舞台，置办这个道具啊、乐器啊、服装啊，包括甚至清版权呐、这些都需要一些演出，对，演出经费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的3位人气队长也是初始队长，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虞书欣，还有苏欣。凭什么？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人不服气。以及不是搞笑男的张杰奇。那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双向奔赴的组队环节。好的，我们马上要组队了。现在呢，我们的队长站在了一个小高台，小高台上面，小高台，小高台上面。接下来他们会有一个简短的拉票，大家任意选一个自己想要加入的队登上高台。如果这个队长欢迎你，他就会热情地把你留下；如果不欢迎你，他就会得推下去。推下去之后，你可以再选择一位队长进行尝试。如果有2位队长都拒绝了你，你就要进入到这个小黑屋，暂时待定了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和心仪的人组队成功。是的，所有嘉宾选择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待定区的人呢才可以来进行反选。对，那下面是我们队长的拉票的时间了啊。我就想说，来的时候对着点我的眼神啊，有的人过来我可手下不留情。我以为你会尽量的吸引别人，没想到你不是。因为我这个组已经被盯上了。真的假的？人送外号江湖双擎，萧贤擎和李雪擎。他们在开赛前就说，只要进到我的组里，我干什么他们都反对。那你怎么就不相信我们俩呢？各位老师好，各位老师好。我都想过去了。他真的一直在坚持。哎，这么有礼貌。各位老师好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从无风中厮杀出来的女人，我们来自无风的女人们都是非常的能歌善舞，精通乐律，反应和身手都特别的敏捷，所以今天我云微山想邀请和我有同等水平的人加入我的队伍，因为呢，我们无风出来的女人只能赢不能输。哎呦，男人进去就是输了，输了，男人进去输了。各位哥哥弟弟，我来不了，来不了，来不了。因为他们4个人我知道的，陈楚生不在，他们谁都不服，尤其不服我。哎，被看出来了。还是要说一句给你们4个啊。大家都看我们是捆绑营业，那属于有福同享。今天能不能有难同当，看哥几个的表现啊。好，那下面我们就准备开始了。第一位要来选择队长的是卢玉晓。到
道。还要犹豫。妹妹，你应该会来我这儿吧？吓死我了！下面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远。嗨，我还用想吗？真的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，咱俩都已经这么熟了，哎，这么多年能不能不只走面走点心？哦、你刚才看书欣的时候，那个小眼睛瞪得可大了，下去吧你，下去吧你。我下去。哦哦。张远被拒绝，你看看，他居然拒绝我。看你的穿搭和我们还挺搭的，你就加入我们吧。谢谢。下面要上场的是王月欣。那眼神真不真诚？我看一眼。大脑跟体力。体力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一旦让你加入，你不服或者反我的概率高达95%。哎，碰瓷是不是？这还带演的。120，快快快点。快来不及了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这不，你甚至中间还有技术性的停顿，因为你还看了一下这边是平的才倒下去的。你可以试试无风女团。说出你的优势。腿短跑得快。来吧来吧。有这么抢手。下面让我们有请的是秦霄贤。来吧。想好了啊，我先踩上来啊，吹！你想好了啊，你想好了啊，想好了。一会儿他们队都不选我，一会儿最后我还得来你。对对对，那会儿就难堪了。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想好了，想好了，就是不要。我就站这儿。哇，直接不行啊！他可以，他可以，他可以。直接进入待定区。下面让我们有请的是李雪琴。你想好，不会再有人选你了。你不要忘了，你擅长推理。我推你吧，推你。你擅长推理，但是你好意思推理吗？好吧，别推理了，来吧。好，哎，再来两个人把队伍填满吧。其实我是想去那边的，也欢迎，也欢迎，也欢迎。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个说个笑话而已。他说你是个就是个笑话。来吧，欢迎弟弟。你们队被我盯上了。你看看，我都还没走，有一位已经往前掐了一步。哎呦喂，已经。哎呦喂，天哪！你什么意思啊，苏醒？你就喜欢脑子好的呗？哦，那我就直接上来吧。来，求我，过来，说点好听的。来吧，老秦，我就是故意做了这么一个局，把我们仨凑在一块儿了。你这样吧，一会儿分这个演出费的时候，你给我们多少？说到我满意为止。我保证。你不是所有人最低的那个，我用你说，我们共同努力，一起赢不好吗？共赢，走吧。哦，这会儿又要我了。共赢，共赢，共赢。那现在可以给自己起一个很厉害的队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队的名字叫做真心舒服，我们是真心舒服。三二一，天地玄黄。披云斩雨，果然你们把他们俩踢出去是对的啊！因为我们男一号叫公子羽，然后就展开他披上我。哦，我们是一骑青青，有一种压轴菜是米饭的感觉。淘宝，你好星期六，下节更精彩。淘宝。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。好，那现在呢感觉各队有一点这个浅浅的团魂在了，但是就要看队长怎么做人，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起始的启动演出经费给到队长，队长拿到多少钱是只有队长知道的，他会在自己的空间里面给自己的队员分配起始的经费。那请星星队长带着你们的披云斩雨到有何不可。
请队长带着你的真心舒服去你弹我唱，一起亲亲去开心玩吧。平均一点吧，我拿大头，然后其他人平均。你算一下，我今天要走高智商路线了。我两百，对，这个是你的工资。谢谢。好，刚刚我们的队长已经把启动的演出经费进行了初步的分配，现在我们马上要公布最少经费的队长和最少经费的两位队员。有可能是 L， 有可能是 L。一定不是我吧？哇塞！首先宣布的是经费最少的队长，苏醒。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我是不是猜对了？经费最少的两位队员是黄月欣和张远。啊！我们对了。看来我们两个需要更努力啊，队长。怎么这么社死？我猛一看以为我们三个是一队的，什么情况？欣欣不知道会公布是不是？首先是不太知道，然后呢我现在找到了理由，因为呢我们吴峰本来就是一个家庭，你们是叫新加入进来的，我要考验一下你们到底怎么样。对，可能下一轮多了。没问题。那现在是这样的，目前我们可以对刚刚的分配进行一个表态，目前排名靠后的人其实是有机会搏一搏。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服，我们就进入到服不服的抽签环节。但凡在这四个杯子当中抽到了其中有嗨六那个标志的杯子，他将拥有刚才这一轮的全部经费，而剩余的人的经费清零，且他会成为下一任的队长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大反转。好，思考好啊。你不得搞点事情。隔壁队的队长要我搞点事情哦。你这个声音大到真的是哇。好，来来，做好准备，服不服呢？三二一，请举牌。啊，他不服已经没用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服？我们都披荆斩棘了，真的，我们还怕从头再来吗？哎呦，我们最擅长的就是再出发。哎呦。好，那么泽林，我们接下来环节是什么呢？打开淘宝搜淘出666，天猫优先买品牌小样送券，双十一先试后买好省钱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乐队初舞台环节。